作为第十二届海峡论坛重要活动之一的海峡青年论坛9月19日在福建厦门举行。本次论坛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进行，两岸的知名学者、社团负责人及青年学生代表各抒己见，畅谈两岸青年的时代使命与融合发展。薛颖彤是一位在武汉从事影视创作的台湾青年，今年是他来到大陆的第四年。疫情期间，他选择留在武汉，用自己在武汉封城期间拍摄的素材，制作了一部纪录片《76天台湾导演在武汉》，同时以创作歌曲的方式助力抗疫工作，展现了这个我们国家的凝聚力。疫情的时候这样度过，我非常的觉得我更认识了我们大陆了。那我更希望这些的收获呢，能够跟这更多的人交流，能够提出更多新的问题，能够去反思这些问题怎么去克服跟解决。因为做这个事情，两岸交流的人实在太多了，他们可能都比我做了好更多更多的事情，所以就是说看我们能够尽一点力，尤其是在我的专业领域上面。郑明佳是在广州创业的台湾青年，也是广州台湾青年之家的负责人。在四年多的时间里，他频繁往返两岸，在台湾举办各种就业创业分享会、创业大赛，让岛内青年真正了解大陆的经济发展情况。郑明佳还用自己台湾青年的身份，协助在广州工作生活的其他台湾青年，解决他们在实习、就业、创业、培训中的困难。在这个时候，台湾的民间交流，包括高校交流，包括青年交流，其实要更旺盛。要先让台湾青年了解大陆，认识大陆，他才会喜欢大陆，才会喜欢扎根大陆。让台湾青年去了解，不管他要创业或就业，他应该找到一个什么更好的位置。当天的论坛围绕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的主题展开，采用厦门主会场台青分享、嘉宾主旨演讲与网络同步连线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武汉、重庆、台北等六个分会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旨在讲好台青登陆融合发展的故事。一定要坚持的说，我要来参加这个海峡论坛，要来在两岸交流的这个环境之中，就是大陆也有新的变化，他们也积极的了解变化，准备呢在之后等这个疫情过去了之后赶紧登陆，把台湾的东西让台湾大陆的青年朋友了解，然后当我到大陆的时候，我相对的可以在大陆这里把大陆的美好再带给台湾的朋友。那这是我在做网红平台的部分，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